来介绍介绍。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刘晶，今年31岁，来自辽宁省沈阳市。你唱歌是不是练过？啊，是的，我非常喜欢唱歌。从小6岁的时候，妈妈就把我送到少年宫，学习了6年的声乐，7年的舞蹈。2004年的时候，代表辽宁到北京参加全国推新人大赛，拿了个全国10佳。哦，我也喜欢唱歌，怎么练也练不出来。哎，你眼睛是怎么回事？我是学习幼师专业的，毕业之后在一家幼儿园当幼儿老师。26岁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视力有一些模糊，我以为是长时间的用眼过度，但到医院一查是糖尿病合并的白内障。但是那个时候医生说，正常的白内障换个晶体，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想到我的眼睛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，又严重了，又患上了眼底出血，又患上了青光眼，然后陆陆续续的眼睛做了好多次手术之后完全失明了。其实在生活当中，我们最容易适应的是拥有，最难适应的是失去。和那些从出生之日起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人相比，上天拿走你的视力反而更加残忍。当眼睛失明了以后，生活当中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？当时扎眼针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痛苦，是我正常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，好像走进了一个房间，玻璃都被棉被糊死一样，心里非常憋屈，想发脾气摔东西。当时我觉得真的似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，真的没有勇气再活下去，因为我觉得之前我是一个正常人，但没想到我看不见了，就生活完全变了样子。会经常撞到墙吗？会，因为刚开始是不适应的，很多东西我都靠手去摸，然后经常会撞到头，撞得头破血流。刚才你说你是糖尿病并合白内障，对，是吧？对。你们家有糖尿病史吗？我是在15岁的时候，在上学的路上，有一天突然就昏迷了。同学们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确诊为我是一型糖尿病。一型糖尿病多发于青少年，医生说，1万个里头才有1个是一型糖尿病。我很幸运，我中奖了。然后呢，一型糖尿病，基本是家族遗传。然后再加上后天的体力透支，才会患一型糖尿病。严重的时候会有并发症，像我有的时候1年住了7次院，每一次住院都是酮症酸中毒。那个酮症酸中毒就是一直在吐，吐到你吐血，然后昏迷，不能吃东西，就连喝水都是吐的状态，就像慢性自杀一样。那这种病能治愈吗？这种病是治愈不了的，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，所以我每天要给自己自行注射5针胰岛素。你刚才说是因为家族遗传和体力透支？对。你怎么会体力透支呢？这个就要说到我的家庭了，因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，我的父母都是双目失明的盲人，爸爸妈妈从小就是有一个眼睛是没长眼球，另一个眼睛呢是正常人的1/4那么大。在我1岁的时候，我们家住的那个楼啊是出租汽车许舍。有一天爸爸在楼下看热闹，其中有一个人在修车，他的那个抹布着火了，他想从爸爸的腿扔过去，但没想到那个抹布着火的抹布扔到了爸爸的腿上，爸爸就3度烧伤，然后1年之后就由于惊吓患了精神分裂症。然后在我15岁那年，爸爸走丢冻死在外面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家庭负担非常重。就你一个孩子吗？我家里还有个姐姐，比我大6岁，她很健康。也就是说爸爸走了之后，对，妈妈是有残缺的。对。然后呢你也是有残缺的。对。就只有一个姐姐是健康的。对。那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靠姐姐一个人。对，接下来的日子就靠姐姐来赚取一些钱来贴补家用。日子过得有多困难？为了生活，从6岁开始我就和妈妈背个雪糕箱子，一走就是10多个小时卖雪糕来维持生活。我们会买很便宜的菜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知道我们困难，给我们送一些米啊油啊来维持我们最简单的生活。
但不过还好，虽然生活困难，但每天我和妈妈还有姐姐都非常开心，过得都非常充实。人要学会苦中作乐嘛。对啊。妈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？妈妈由于长时间的体力透支，然后也患上了股骨头坏死。今天妈妈也来到了现场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妈妈。来，您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静静妈妈。嗯，我叫贺光华，今年63岁。贺大姐，这个你女儿刚才在描述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啊，还是面带微笑的，是很坚强的，很快乐的。她糖尿病，这个体力不太好，坐下来好不好？女儿在生活当中有做过什么让你特别感动的事儿吗？啊，我做幼师的时候，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妈妈买了金项链，因为完成她这一个小小的心愿吧，至今她还不舍得戴。都不舍得戴的。对，我妈就想要一个金戒指，我也给她买了一个，也舍不得戴。要是我妈还在的话，我给她买一个大钻戒，但她已经戴不了了。所以说这份孝心你现在还能够付出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。妈妈有什么爱好吗？妈妈平时非常喜欢看二人转。喜欢看二人转？对，听二人转吧。对，听二人转，那样会带来快乐啊。我能看见的时候，经常都是一个月带妈妈去看一次。嗯，因为一个月她会换一次演员。嗯，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吧？对，和妈妈有关。对，来，我扶着你先把心愿说出来啊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在我临终时刻带妈妈到更多的地方去旅游。嗯，好。贺大姐想去哪儿啊？我想上北京天安门看我们祖国的首都北京。为什么说是临终时刻？因为我现在的糖尿病已经到了晚期的地步，我4年前又患上了尿毒症，现在的我需要每周透析3次来维持我的生命，每隔1天就要在我胳膊上穿刺2针，这些都是透析留下的疤痕。医生说我的糖尿病很重，透析也只能维持3到5年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。你不可以做肾脏移植吗？正常的人是可以肾脏移植，但是我因为有糖尿病，所以做不了移植。你会觉得不公平吗？老天把你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。因为我虽然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折磨，但是我很幸运呢。我总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会有好心人伸手帮助我。像在我失明之后，我学会了弹钢琴，这是有一家钢琴教育机构免费在1对1的教我学钢琴。然后在我透析的路上打车，有一位好心司机知道了我的故事之后，把我的故事报给了他们的爱心车队，爱心车队免费接送我18名司机啊，一接就是4年。我真的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，感受了大家对我的这份爱心。他心态还真好啊。今天对妈妈有什么，应该有很多话想对她说。对，都是平时没说过。来，你对妈妈说啊。来来来，妈妈，非常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您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我和姐姐拉扯大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您的身体不好，每天还要照顾我，为我做饭。每次我透析回来的时候，看到您拄着双拐，还要忙着为我做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妈妈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公园，我们拿着音响在外面唱歌，是多么开心呢？妈，你喜欢听二人转，我就带着你去看二人转。你那爽朗的笑声还在我耳边响起，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在我眼睛疼得不行的时候，抱着头撞墙的时候，您对我说，无论你是美丽的蝴蝶还是一只飞蛾，您都要做最美的那只。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坚强，我也会一直坚强地活下去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
我也会有一些不舍，还有一些愧疚。现在我的生命已经倒计时了，假如我有一天离开了，我也会笑着离开，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之后还有姐姐，姐姐会每天陪你聊天，推着你，陪你去看最爱看的二人转，推着你去沐浴阳光。我也会在天堂祝福你们的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对，我爸也不会哭。哎，好了，那就让我们五位嘉宾为你们做点什么吧。来，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助理。来，六人游定制旅行愿意帮你完成你的旅游的梦想。我想不用等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们能做的，现在能做的就尽量把它实现它，尽快把它实现它。我想今天其实你给予我的更多，所以说我特别想谢谢你们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